各位嘉宾，大家晚上好，谢谢大家今日莅临我们光乐仪基金会展览童心杨永新与小童的双人展览。童心即是童与心，是两位艺术家杨永新和于小童他们一起学习的经历。然后我们光乐仪基金会一向的宗旨就是希望能够帮忙这些年轻的艺术家，给他们提供一个平台，让他们的才艺能够展示给大家。现在我们有请两位艺术家杨永新和于小童先来支持。欢迎大家来到童心杨永新与小童的作品展。谢谢大家这么抽空来参加这个展览。然后呢这三年就是我们的创作，就是我们经历了研究生的阶段，所以我就展现给大家看这个作品。然后就是两旁呢都是我跟于小童的作品，然后前面呢就是比较重彩的，就是于小童小姐的作品，然后后面那一张呢是我自己的，所以就大家等一下，我大家看一下那个作品，谢谢大家。OK， 两位艺术家请留步，请留步。现在我们邀请我们的嘉宾先来开始剪彩仪式。首先，我们先邀请澳门艺术博物馆李德胜先生。澳门美术协会秘书长潘景霞女士，著名设计师谢明彤女士，收藏家叶薇女士，光乐仪基金会总监马尚才先生。现在我们开始剪彩仪式。好，我们现在一起倒数3、2、1。好，谢谢各位嘉宾，请各位嘉宾留步，现在我们开始合影。好，现在我们的开幕式正式结束，欢迎大家可以欣赏我们的作品。各位嘉宾，我们展览的那厅有一些小食可以提供给大家，大家可以进去尝一下。